我的操就是一天只要20分钟，那你每天去跳，你会流很多很多的汗，流汗就是排毒，然后一样可以让你的脂肪做代谢，然后你稍微快走，如果你不能够跑步的话，你稍微快走，你也可以发现快走的时候，你在扭动的时候，你的腰会变得更紧实，然后你流很多汗，你也会瘦，然后把一些比较不健康的东西去戒掉它，然后把睡眠时间固定，然后充足，然后生活变得比较规律，这样子慢慢的改变下来，其实你给自己一个月的时间，我觉得你一定可以看到你在体重上面的改变，还有气色上面的改变。可能算是很积极努力的啦，所以他还跟我借脚踏车去参加比赛，这样虽然没有比完哦，因为他们队友这个受伤，那个是意外，那可是他骑完了哦，那从过程里头他还学怎么样去让自己在运动的尝试啊哦，姿势啊，还有甚至在营养学，我刚才在后面听到，事实上，搞不好都比我还厉害啊。这个动作其实可以拉到你的大腿肌，然后也可以让你的手臂呢更加纤细紧实。好，然后这边呢可以伸展你的大腿的腹肌这边，然后来做一个侧面的伸展运动，先交叉蹲下来。哦，一直感觉非常别扭。蹲不太下来的感觉，然后屁股酸酸的感觉。